正常他是能够做到的事情，然后我主要在家里面逼着他做，做特别的强化，所以要能够增加取用资料，还有压缩一些有些可考性，其他就是跟他是的。对，你现在主要是这两个，就是这个跟这个题。对，这个是那跟电脑有关的，就是是吧？所以你针对这两个，那你要怎样去，到时候怎么样跟你说，到时候就是更加重要了。那你不然就这样了，你要请假，请假的问题，电影分享，这个是电影分享啊，分享啊，这个实际性的，我叫电影的分享，我们这样把它定义上啊。那还有那个压缩。分资料进行压缩，一些什么那种，什么叫做分资料进行压缩，就是这样来提资料的。
再来是他必须能平衡走动，那还有一个是他能够接受指令行动。
这礼拜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个，你要把你这个写出来这些规格啊，你要把写那个，所以我刚刚也就是你看的那个 concept 啊，里头你要把它转换变成这个 effective measure， 还有跟你的 structure 的关系，跟你的 behavior 的关系啊，因为你从你的 structure 和 behavior 那些，你应该可以稍微做到。很量化的那一些的那个里面，啊，像我在这个 concept 里头有话，一说我这个 structure 我这个 behavior 画出来以后，我就可以从那边的数据，某些数据，我就可以把它换算成它的成本，它的成本以后就可以换算成这个每个 ATM 啊，我会帮银行赚多少钱。我刚刚有做一个例子给各位看啊，当然我刚刚讲说钱不是用唯一的200块，啊，那个只是一个钱，你可以用传输率或什么东西去或其实秒它你这个东西啊，但是你就是说你不要说你的双脚换一换，你也有脚换一换，跟你的这个规格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那你的双脚都白换了，对，你的那个地点来换，有这个意思吧？那些都是有关系的。所以我那个六大步骤里的下个礼拜你就要做中间那三个步骤，4.2.3.4，4.1就是你刚刚写的那些所谓的就是那个，那你这些规格你可能要选择，那跟你的装成跟你 behavior 来联动，这样就等于说，所以你现在写的那些还不到，还没有到一千。对，那种你刚刚写的那些，只是说你从你的大量的资料的分析的，你说你的系统大概也是要有这些样的规格。那这些样的规格呢？那你将来要怎么量化？这些只是你希望的规格，但是你一直没有讲到量化的问题。你可以写一个出来量化，那你没有办法写一个出来量化，跟你的 structure 跟你的 behavior 有关。两个出来量化，你刚刚列的这么一大堆，你会总是选一两个比较重要的量化，可以吧？这个意思是这样。反正我讲了，半天下个礼拜还是会有做各的，没关系的，这个只是艺术嘛啊，还是会各做各的啦。我的料想还是会各做各的，这个就是要你们不要被我拉着走了，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啊，你有什么有这样创意的想法，说我能够做到这个老师教的更好，这才是我最后的目的，而不是教你，我不是说你要学到跟老师一样，那就不要在这个学校的课程里面，可以自己想一想，啊，对，要有点意识也要，OK。好，没有的话我们下课，但是我们就是留一些时间给各位同学有什么要讨论的，好吧，这样子。